了解更多故事，请订阅 MOE Sports。最近很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所谓的生命去影响生命，就是对，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透过我们自己的想法、我们的理念、我们的努力，去告诉更多的人，其实有这些人在做这样的事情。那也许你不见得要跟他们一样，但如果是你可以知道有这些人在做这件事，当你面对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，也许你就会去勇敢的选择你要往哪里去。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体育能够给大家一个很大的意识，就对我来说，没错。